你可以进到这网站，把它选择你要的中文，中文还没打完，按一下，允许。下次你要输入做报告，就用讲的，有没有比较快？没有。你觉得你想要用注音打吗？不想。不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用这样打，有没有快很多？对，那还是有可能会错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谢谢你。这样记得回家要怎么找吧？会哈，你 OneNote 就回去看一下。如果你的代码忘记了，没有关系，你就重新到发现里面的群组再加入一次就好了。这样了解？好，还给你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电脑帮我关一下啊。好，拜拜。